大家好，我是记者金星。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叫做徐家村，在这个很普通的村子里，却一直流传着一个很恐怖的传说。一栋看似平常的房屋内，发生了一连串的灵异事情，使得数年来多人在此居住不久便相继离奇死亡，而且死因不明。医院的报告称，全市非正常死亡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世界上真的有如此诡异的事情存在？ 为了揭破这个事情的谜底，为了破除当地封建迷信的想法，今天我们专程来到这座恐怖的房子，一探究竟。 人进去住了没几天就死了，玩的响声特别大，那动静跟门就不是人叫的声，还看见鬼影飘来飘去。鬼影？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，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诡异。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。好，你看照片。 这张照片上的男子就叫做徐广昌，今年58岁，诚实。你看一下第二张，这栋房子是徐广昌和他的妻子倾尽毕生积蓄所修建的。在当时，这栋房子建的也算得上非常气派了，所以在他们搬进去的时候，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是远近闻名的大新闻了。可是没成想，喜事很快就变成了丧事。在他们搬进去不久，就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怪事。 对呀，你看第三张照片。这张照片呢，就是徐广昌已经过世的妻子，名叫陈玲英。照片看上去还算年轻，可是就在他住进新房的第三天，陈玲英就得了怪病，被送往医院不久便医治无效身亡。医院呢，对死因表示不明，并对外声称这是医学上的非正常死亡。后来，据当地村民反映。 每逢夜里，徐广昌的屋内都会传来非常奇怪的声响，而且还有诡异的身影飘忽在附近。一时间，鬼上身、灵异之说，这些猜想都弥漫在了整个村内。大多数人都对徐广昌敬而远之，私底下呢，却想炸开了的锅，各执一词。我看呢，肯定是这徐老汉得罪了什么人，要不然就是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准准的没跑。
的确有这种说法。还有的村民说，修建房子的那片土地里埋着冤死的鬼魂，所以呢，徐老汉当年大兴土木之事，惊扰了地下的冤魂，才惹下了这惨绝人寰的灾难。金鑫，你刚才不是说除了徐老汉的老伴儿，还死过其他的人？嗯，陈玲英死后不久，有一个不信邪的村民，他自告奋勇的非要给这个徐老汉去一查究竟，没想到住进房子里头两天好好的，可是第三天一大早就被人在屋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经医院确诊，他的死因和陈玲英竟然一模一样。这种事前两天有一个驴友来到了这个村子里，他借住在了这个闹鬼的房子里，村民们百般阻挠，可是他就是不听。最后你们知道结果怎么样吗？哎，不是金姐，你赶紧说呗，你看这一手心汗。结果人在医院里抢救着呢，估计凶多吉少。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啊，这徐老汉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。哎，对了，其他人都进医院了，为什么他没事啊？这个我还没多做了解，现在还不能这么武断的下结论。但是我觉得这期节目有必要继续跟下去。第一呢，可以帮助这个徐广昌；第二，彻底的破除一下当地村民的封建迷信。嗯，浩峰，你觉得呢？大家有意见吗？那我就拍板了啊，孙菲菲，你来负责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无所谓。好，就你了。苏南，这种事儿让一个女孩去不太合适吧？啊？那就再加个男人。好青年，你看那个样子，一个男子汉，弄得跟大姑娘似的。我看这次这个机会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嘛。苏南姐，我害怕。我去就我去吧。真要有鬼的话，那什么，我保护你啊。嗨，其实鬼这种东西吧，就是吓唬小孩的。你说现实生活中哪有鬼啊？我就不相信。那什么，但是如果真的有鬼的话，咱俩可得互相照应着点啊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怕鬼，什么鬼不鬼的呀，是不是？哇塞，好大一栋楼啊！这一定得值不少钱吧？摄像机带了吗？哦，带了。哦，你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吧？村长把你们的情况都告诉俺了，欢迎啊，欢迎！哎，大爷您别客气，我们给您添麻烦了。这是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你们是来帮我的，你是我的恩人啊，来，请，请啊。你看看我这个大宅子，还可以吧？挺棒。
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喝点水。来，喝水，喝水。啊，谢谢您，记者同志，你们是今天就走呢，还是打算在这儿住几天？我们想在你这儿住上几天。这么回事？对。徐大爷，你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吧？哦，不会不会。我是说啊，你们城里都来了，到我们这小地方，怕你们住不习惯。哦，徐大爷，这个您别担心，我们当记者的啊，身体都棒着呢。哦，对了，大爷，还有个事儿呢，想跟你打听一下，就……徐大爷，前两天在你家出事的驴友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听说情况很危急。哎呀，记者同志，你们千万别听外边瞎说，那个小伙子也就是偶感风寒，我刚给这医院里头打过电话了，人家说呀，再打两天的点滴就可以出院了，没啥事，没啥事。可是我们听说他没事就好，那我们就不跟你客气。今天呢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路赶得有些累了。明天如果你方便，我们再和你了解情况。别呀，我。那好吧，记者同志，我带你们啊上楼看看房间去。好，走，麻烦您了，大爷。这间房啊，是给你男同志住的，我呢就在你的隔壁，晚上咱们也彼此有个照应，不是？啊，小伙子，这儿啊夜里头可冷了，你别冻着啊。好。女孩子，你的房子在另一侧，我带你去。嗯，好。拜拜，拜拜。你死得好惨呀，英啊！你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害死你啊，我忍不住，我忍不住你，是你是什么人？你还想害死这么多的人吗？
在哪儿啊？还能是哪儿？回主里的车上呗。哎呀。看见那鬼了吗？看见什么？鬼啊！鬼什么鬼啊？昨天晚上我去找你，一推门就发现躺在柜子边上，怎么喊你都没有反应。是你啊，吓死我了。什么是我啊？没事。哎，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看见那个黑色的包？还有一个那个黑红色的一个笔记本，上面带着血的，特别恐怖。这我倒是没有看见，不过我感觉肯定有人去过你的房间。不会吧！完了完了，肯定是鬼！我跟你说，肯定是鬼。郝青年，你不会还相信是闹鬼的吧？肯定是有鬼，不然难道有人装神弄鬼啊？事实还不够明显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？徐广昌，他在扮鬼。对，就是徐广昌在装鬼吓人。这个老家伙绝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哎，可是当面看，这个徐广昌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你说呢，菲菲？菲菲，你笑什么？我笑郝青年太幼稚了，竟然这么容易就被他给骗了。你再仔细想想。这个徐广昌的房子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可是，徐广昌的这个房子，跟平常的房子没有两样啊。不，如果徐广昌和他的老婆真的那么恩爱，而他的老婆又死于疾病，那为什么在他家里连张他老婆的照片都没有？况且，我们去世发现这个房子里显然被有意布置成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这难道还不够说明他心里有鬼，才故意伪饰这一切的吗？你们是今天就走呢，还是打算在这儿住几天？我们想在你这儿住上几天。但是再怎么说，郝青年是个男的呀，徐广昌要装鬼吓人，也要吓唬孙菲菲这个女孩子啊。对对对啊，对啊。因为他早就看出来郝青年比我更紧张。这间房啊，是给你男同志住的，我呢就在你的隔壁，晚上咱们也彼此有个照应，不是？啊，看来这个徐广昌的嫌疑很大，说不定这个房子里就藏着他什么秘密，他故意的制造鬼魂之谜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惧怕他和他的房子，从而敬而远之。那我们赶紧报警吧。对对对，赶紧报警吧。等会儿，我觉得事情根本就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，至少还有一些问题根本就解释不通啊。你是说这两名死者的真正死因？苏南，最新消息，那名驴友抢救无效，已经死亡了。死亡原因没有查出来吗？徐广昌这人非常危险，明天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连我都信不着。我派托雅跟你一起去。
哎，别，他去了我还不够保护他的呢。信我的，他一定帮得上你。等会儿，这地方不错呀，啊。诚实，对啊，过来拜拜。等会儿。是有人来过呀，而且是刚刚啊。出来吧，朋友。哟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你们是？啊，我们是那个第三频。第三频道的记者，这是我们记者证。真对不住，刚才把两位当坏人了，多有得罪。没事儿，但是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刀啊是我用来防身的，毕竟这里是鬼宅嘛。那，你又是谁？啊，我是徐广昌的外甥，我叫徐虎，大家都习惯叫我虎子。哦。那这个房子闹鬼的事儿，你肯定知道吧？我们这次来的目的，就是做新闻调查的。我替我舅谢谢你们了，我就很感谢你们这些帮助的人。不过，凭良心说，我劝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这地方的东西不干净，而且就连警察都没查出什么来。我听我舅说，前两天又吓走两个记者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查明真相。对。好吧，看来我是劝不动你们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晚上我抓鬼的时候，你们可别添乱。捉鬼？是啊，这地方被大家叫做鬼宅，住又没人住，卖也卖不出去，留着它干嘛？反正这次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啊，那这事儿你跟你舅舅商量过了吗？说来也奇怪，刚才我来的时候，我舅他不在这里。唉，不过自从出事以后，他就不敢一个人待在这里。后来盖了新房子，就搬到那边去住了。可是，这样吧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咱们有事明天再说吧。房间你们随便选，反正也没人住。行啊，那谢谢您了。
怎么样，诚实？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？你要是不给我发短信的话，我早就睡着了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看到虎子？虎子？嗯，没有啊。我刚刚路过他房间的时候，没听见什么动静呀。哎，你说，会不会是他害怕给吓跑了？你们记者都喜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开个玩笑。哦，对了，胡子，那个昨天晚上有什么进展吗？啊，恐怕让你们失望了。昨天晚上半个鬼影都没有。
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应该提前跟您打声招呼的。我呀，不是不欢迎你们记者同志，你们呀，要是能客客气气的，我也会啊，好茶好饭的接待你们。你说你们现在算是干嘛的？你们这是啊，擅闯民宅，这要是闹出点事儿来，谁负责啊？真的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徐先生。之前来过您家两个记者，您还记得吧？应该。哦，前些日子是来一个愣愣的年轻人，还带着一个挺漂亮的姑娘。对，我们呢就是他们的同事。你不提这个还好，你这一提，我这一肚子气呢。他们还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说走就走了。我还以为你们电视台的人都这么不懂礼貌呢。啊，真的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看你倒比那原先的那些孩子懂点事儿。哎呀，你够巧了。那我啊，就实话跟你实说吧，这个老宅子里啊，他确实是闹过鬼呀。看在你对我老伴儿那么客气的份上，我也就不再难为你们了。你呀，还是赶紧走吧。您能跟我谈谈您外甥的事吗？对啊，还没睡啊。啊！啊！为什么要丢下我？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冷静点啊！我要报仇！冷静点，苏雅！我杀了你！冷静点！不行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昨晚哥哥吗？哎，最近头疼的厉害啊！要杀，你就给我来一个痛快的吧。程石，你快听，你死有余辜，我要把你成全万段。好，他暂时没事，不过天亮前一定要送到医院。你在这儿待着，我去叫人。等等，好戏该结束了吧？
你没事吧？好戏演到最后，还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的右手。徐广昌的确有一个外甥，叫徐虎。但是徐虎身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。这一点，我在徐广昌那儿也得到了证实。您能跟我谈谈您外甥的事吗？那孩子现在已经跟那个废人没什么两样了。他这右手啊，几乎就残废了。可是这位徐虎，您的右手却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哦，对了，虎子，那个昨天晚上有什么进展吗？可惜啊，你一直在假装徐虎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徐虎其实是个残疾人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你究竟是谁了吧？看来，我做的准备工作还是不如你们记者。您过奖了。我是谁，你先不用知道。跟我过来，给你看一样你一定会感兴趣的东西。好。上面写的什么？民五十不孝百吗？谁写的？孟子。金粉。如果把金和孟子的孟合在一起，蒙。看来你是在暗示我们什么呀？后来我发现徐广昌的疯癫程度越来越严重，我怕我自己也陷入到危险中，所以我留下这些提示，万一我出了事，你还能继续调查下去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个是锰矿石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房子的下面全都是锰矿。对，据我分析，徐广昌的房子可能建在了锰矿的矿带上，在打地基的时候，可能导致了锰元素的泄漏。正常人长时间接触这种锰元素，会导致锰中毒。锰中毒？没事了吧？锰是一种放射性元素，锰中毒分为急性和慢性的。急性的锰中毒甚至可以导致人的瞬间死亡，而慢性的锰中毒则会让人产生头晕、头痛、四肢无力等初级症状。随着毒性的剧增，会让人产生镇癫麻痹综合症，甚至还伴有不由自主的哭笑、强迫观念和冲动行为等精神症状。看来我之前小看的不光是程记者呀。按你们所说，整起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锰。没错，造成屋内人离奇死亡的原因就是他，锰元素。哎，程师哥，
按照你的说法，居住在这个老宅之内的人，是因为身体暴露在锰矿石之下，所以呢导致了锰中毒，最终导致了离析死亡。没错，小子。哎，那你说，关于这些老宅的传说，还有我们碰到这些离奇事件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这些啊，都是锰中毒的表现。一旦你深入中毒，你就会头晕、恶心，产生幻觉，什么鬼影啊，什么鬼声啊，都是你的幻觉。我跟涂鸦也都经历过，其实就是锰中毒的表现。那么那些中毒的人呢？他们在医院为什么检查不出死亡原因啊？这个很好解释，他们当时去的全都是当地的小医院，这些小医院根本就不具备放射性元素检查的设施，所以说就会鉴定为离奇死亡啊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如果说是锰中毒，那这个叫做徐广昌的老大爷怎么没事啊？还有，程志哥，你跟涂鸦姐去了三天，你们才中毒。但是我跟菲菲去了，我怎么一天就撂倒了？小子，就你这身体素质，能回来就不错了。我不是，这老头啊，身体倍儿棒，而且在建这房子的时候，他一直待在工地里。从少量的辐射到大量的辐射，他有一个过程，产生了抗体。所以说这老头比咱们能扛。再一个，房子出事了以后，他就搬出去了吧。人家隔三差五才回来一趟，所以喽。所以虽然鬼屋一直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但其实老人一直都是将信将疑。但那个陈潇可是够怪的，一个地质调查员直接调查不就好了吗？干嘛搞得神秘兮兮的？原因很简单，陈潇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害怕造成不必要的恐慌。如果一开始他就告诉村民说这里有高危放射性金属，你们觉得村民会怎么样？是逃亡还是恐慌？好，鬼屋事件调查完毕，金星，你立即出发进行收尾报道。好，散会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栏目组再次来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徐家鬼宅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整起事件已经调查清楚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神秘的鬼影谜团。风吹散爱的迷雾，忽然间看得清楚，我无谓的付出，你却还不满足，把我的真心亵渎，你打湿我的脚步，为什么